我们请翁议员、翁瑞珠议员执行啊，执行时间60分钟，好，开始哈。在咱管区合并哈，咱主席，咱副咱处长啊，咱三位副处长哈，在做咱各分局长、局处长哈，大家午安。今日谈这要讲的，就是讲管区合并了后，咱工商区遐。虽然讲咱市府遮财政的困难，对不对？互阮伫阮工商区的建设吼，针对着咱捷运捷运的南竿山站吼，来伫旧年个已经来完成，伫咱阿公店溪有三条桥，横跨伫咱阿公店溪，也是伫咱市长执政了后。来完成的这条就是剑桥，啊，搁有一个公园桥，大金桥，再讲公墓捡起来老厝里吼，老厝公园也来完成，伫个中山公园，足侪违建户的所在，我那来完成，因为迄违建户底下吼，咧厂家底下已经拢足久的时间，都有法度能够和平的拆迁吼。还可以当来工商公园建立起来，伫阮工商来讲，互百姓真正有够娱乐的。针对着讲，咱的住房处 A 住房处已经来完成啊。B 住房处在施工中，在咱 A 住房处吼，完工了后，工商区这两三栋拢无淹水。所以今年都有一届上大的雨水吼，搁做公路卡遐吼，我那有小可有淹水。不过在小块淹水，医用啦，这种的淹水吼，老厝也得入厝啊，因内底水得淹灭啊。不过今年就是无淹。咱阮公交流道卡遐吼，淹水的时阵，落尾我有甲咱水利局联络，伊将米厝，因为米厝吼目前是有部分的提土啊，所以在就是讲落咧淹水的时阵，有将米厝吼，总个泡落的时阵哦，泡通吼，一旦扣水的时阵，即个时阵。阮迄所在水都拢往那提啊，所以我相信 A 处、B 处啊，拢有迄个发挥作用啊。即卖是讲，咱即个圣生桥吼，到这荷花桥，即阿公店溪这段的距离吼，是咱人口伫阮工商区来讲，人口上介济的所在啊。每一冬啦，到热天的时间，蚊也有够济，因为拢无工商区吼，会使讲拢无做污渍处理。排入来水吼，有工业区的水，有自河的水，所以拢都太高，拢做个生蚊虫。我相信，即咱伫即条内底有咧做迄个绿增净化厂，相信即绿增净化厂先来甲做起来，先捡一寡较清气的水落，即阵已经咧施工中啊，所以相信公店溪是毋是看明年吼会当较清气，若有需要，我相信就无妨啊，这个工程已经在施工中了。在咱这污水处理厂吼，工商区的污水处理厂伫桥头，伫个南头遐，这个所在可能原来是咧规划中啊吼。我希望讲咱水利局遮吼，针对这个污水处理厂吼，爱加油，爱个较速度更加紧嘞。相信也处理吼，会当改善地方的污染排水的问题。虽然讲财政困难之下，咱市政府伫阮地方的做建设，阮伫阮工商区遮变成拢非常的娱乐。不过我嘛是要一挂好事的，要去甲市政府遮要求的，就是讲咱工商会车站前吼，咱的捷运站新的站体都来伫咱工商会车头前，这工商会车头前都伫个果菜市场，迄个咱火车头出来吼，咱的果菜市场批发中心，迄个果菜市场批发中心伫阮火车头前。迄个火车头前吼，出来实在是足乱呐，因为迄是拢足旧式个啊。我来工商已经待要三四十冬啊吼。我来先到迄个果菜市场啊，传统的属于我较传统，拢较老旧啊，佮规划也无好，所以伫火车头前出来看到足不雅观的。我相信咱捷运站吼来到遐，我希望讲会当。捷运站做起来，咱搁在市场前路煞，前路走，以及
爱天袂使甲废无，因那废无的时吼，我希望讲阮工商区会是一个拍卖市场的中心，有一个批发市场的中心，因为我希望讲伫家庭啊弥勒应该迄边吼，伊用伊拢会对。在南边去买物件，希望讲去回流回来咱工商家买物件，所以这个果菜市场一定爱用钱呢，吼、哦、啊！希望讲咱市政府针对着这责任吼，啊，这整体是不是会当来较紧争取出来？啊，我要请教咱责任局长吼，责任局长对个同步针对咱这责任局吼，伊给咱的承诺啊，这个进度咪做到底？啊，假使伊若给咱做，是不是有给咱？市府是不是有配合款啊？要来给伊完成，但只请教咱责任局长。责任局长，请答我。谢谢主席哈，啊，谢谢翁议员哈，翁议员哈，对工商哎，迄、那个捷运哈，啊，延伸到那些欧来哈，啊，经过工商会上这个计划哈。啊，翁议员拢一直非常关心地位的的质询。啊，每次的伫迄个地方办说明会呢，啊，拢看翁议员吼，亲身吼，拢每次拢参加。啊，过迄个立民大会，吼、哦，伫工商立民大会，诶、欸，应该不是啊，昨暗呢，翁议员，我那拢有在参加，也关心这個议题。啊，这個、议题我主家进多，甲翁议员报告。就讲伫这工山的延伸线，按主 R 四通车了以后，仅需要这条线呢往北延伸。因这条线对按北高雄发电以及大高雄合并了以后是真重要吼。啊，伫改建了以后啊，经过一年努力吼，伫、去年中间，阮有叫报五遍，啊，伫交通部开三遍会议，啊，终于呢，交通部呢，伫遮阮取得伊的同意，啊，就是讲专线来推动啊。专线吼，就是这间隔计划，到我来一次来报核定，啊了优先哦推动，就是先到这阿克湾到工商会这样七的部分。啊，这案呢，迄、那个交通部是我有共识，啊共识呢，啊伊来报行政院，哦啊报行政院，伊七个伫行政院中间有一个要求，就是这重大计划一定爱。诶，江议长呢，亲身听干部了以后，哦，这案才有交心啦，交咧吼，更好心。啊，这案是五月二十二，今年五月二十二，吼，我老副市长带阮去行政院，亲身向含迄个甲江议长报告。啊，江议长是同意这个案，哦，同意这个原则啦，吼、哦。不过有一个附带，就是讲细节的部分要交予经建会来审。啊，六月十七，经建会遐也是审查。啊，现在伊就收细节，就是迄个财务，哦，啊，财务伊迄个经建会伊所关心的，就是讲安尼财务，伊就是伊那是好意，吼、哦，就讲、是、希望讲安伫这边啊，哦，包括安尼迄个 R 24的附近，吼、哦，包括共产交流来吉大交做的农业区，包括安尼新市镇边做农业区，是不是已经发展干呢？啊，那 R 24的车在我看呢，工商用调头要连做伙啊。哦，啊，边啊遐这所在应该是毋是对多些发展，这所在是毋是会带来变更？啊，来直接财务的部门来挹注，按这条迄个冈山延伸线，啊，哪样来讲按几条线呢？伫推动会较顺速。啊，所以这个部门牵涉到迄个营建署，因为迄部门营建署，所以阮内部哎，拄啊去，阮家咧即落伫即个迄落吼，伫合作了以后，阮爱阁向营建署来争取，啊，这个案。哦，那清楚了以后，对咱大高雄的财务也做帮助。哦，啊，对咱这条线成功机会较济。以上。咱捷运站吼，南岗山站吼，迄、那个 R24遐吼，遐是属于咱工商文化中心的边啊，遐是属于较偏远的所在。我相信，有个咱火车头这站吼，应该这是搁无同啊，这所在原本就容易发展起来啊，啊密人口啊足密集的。希望讲，咱这台应该，那前阵很久来到工商的时，那火车站的时阵，是不是这所在会带动地方？啊，搁这也是咱北高雄的转接中心，啊，尤其咱遐嘛已经有一个转接站啊。我希望讲，较紧的，卖搁为着讲着，哎，毕竟咱R24也开发出来，啊，再较要搁延伸过来吼，我是感觉这个是不太恰当，吼、哦，我希望咱局长一个特别爱甲人欢迎，啊，希望讲。应该要有一个
一直改工的开工的时间，和阮和百姓知影讲，哎、啊，咱差不多咱这捷运站到火车头前，这是不是当时会当来做有一个期限，吼，大概百姓一个期望啊，期望啊呢。好、哦，咱欢迎啊，咱局长下，捷运局，咱局长吼，一旦到警署者，好、哦，谢谢，好局长，谢谢。啊，时间先暂停一下哈。哦，现在有那个中正高中陈老师及凤山三公陈老师哈、哦，带领学生哦来参访我们议会旁听席哦，请大家热烈欢迎一下。好，针、对着这个捷运站哈、哦，我是不是我来请市长哈、哦？来做些答复。好，市长，请。因为这捷运站哦，邱主委哈，伫地方因阿伯来工商开会开过了解，拢伊咧督促讲捷运局哈，甲交通部遮较紧来说，啊是毋讲市长这边遮，嘿。好、嗯，市长。多谢主席啊，多谢翁议员。捷运延伸到迄个工商火车站啊，这是我的公开承诺。啊，伫这个部分，伊的经费。咪就是即摆伫捷运工山南站，要来甲火车头，伊个经费差不多19.4亿，啊，咱中央要期待中央，迄个时阵大家迄个讨论，中央补助个经费大概10.5亿，啊，咱市政府爱先达8.9亿，啊，但是即摆吼，即、这个咱期待讲每年1月开始。中央对高雄市的财务的补助，应该是即摆是二级，讲高雄市二级即个财力，啊，咱希望每年3月以前，每年1月以前，会用3级的政府，啊，看补助会较济无？啊，但是即摆我甲迄个翁议员报告，就是讲高雄市政府嘛足紧，啊，但是即个部分吼，一定咱一方面要求咱地政局。在工山地区、工山南站啊，包括甲火车站，工山地区有足济需要甲军方合作土地定位啊，这个部分希望会当创造三赢，这拢伫进行中。但是我希望咱的地政局、都市发展局，这个部分速度要加较紧。吼、哦、啊，另外这个部分，我嘛要求咱高雄市政、咱的立法委员，伫这个部分要求咱的行政院。这个部分如果也确定，啊，咱市政府财源8亿外，这个部分啊，咱才有法度看来今年来处理。啊，我希望讲这个部分，主要中央啊核定、确定伊补助经费10亿外，啊，我感觉咱市政府这个部分，我会透过内部讨论，甲相对高雄市爱负责的财源，啊，这个、部分同齐合作，安尼今年来甲咱。工山，咱的捷运沿甲工山火车站，安尼对工山的发展拢总无同款，所以这部分是咱即摆伫拍拼的目标，啊，伫等中央这个部分甲咱核定，经费确实核定，啊，咱市政府才有法度进行，啊，咱会要求咱所有邱志伟以及高雄市级不分党派的立委，拢爱替咱高雄伫这个部分来发声来拍拼，谢谢。咱谢谢市长哈，针对着讲中央甲咱补助无够，我是感觉吼，咱工商、咱高雄、高雄市遮吼，咱立委遮侪熟吼，一定爱搁遐做草顿来，因为伫咱地方来讲，尤其县市合并了，咱偏远较偏远的县的高雄县遮吼，较需要建设，啊，所以足侪需要建设的所在，啊，再针对着讲，咱台铁吼，台铁拢从咱工商。啊，桥头遮吼，分作东西两边，啊，发阻碍着伊个金融化伊个发展吼，啊，所以，计算我捌交邱主委咧开会，参加开会的时阵吼，要甲中央讨经费，啊，因交通部有落来，因为咧讲着讲一条铁路的地下化吼，会当做3条的高架，啊，假使咱若有意见要做，若有意向要做高架，因有要优先。所以这是阮交邱主委讲咧开会，交因咧开会的时阵哦，因讲的，私下讲的。啊，我希望讲，伊有讲到这种的代志吼，我希望讲咱交通部遮是毋是将阮，因为来到伫桥仔头南马南马溪来到桥仔头吼，啊到后来拢属于邱主委的选区内底。我希望讲邱主，我来要求邱主委吼，啊，咱遮计划出来，啊叫立委去争取，
针对这个铁路吼，和高架起来，因为伫这个所在吼，这个所在拢属于工业区，阮渭水工业区，啊，渭水工业区内底拢有诶拖板车、大卡车，啊，拖板车、大卡车吼，大概若要出入吼，拢爱经过阮这上界侪诶人诶所诶人口所遮，啊，啊个交通上界乱诶所在，所以吼造成拖板车毋知要安怎行。要叫因考对路得去吼，因拢嫌讲山远，啊，希望讲咱是毋是针对着这个铁路高架吼，啊，会当来咱交通局遮是毋是可行性，会当来初步设计、初步计划，啊，来争取着讲咱这条来高架起来。我希望讲咱交通局长吼，是毋是会当来？局长请发布。谢谢主席，谢谢翁议员。这个部分我们来跟邱立伟还有跟翁议员这边再做进一步的资料的搜寻哈、嗯。啊，如果需要，我们来会积极来办理这个争取的动作。应该是可行性吧？哈。这要看一下那个整个冲击。不过，冈山那个地方确实大型车辆很多，啊，这个是造成很多交通混乱或是肇事的成因了、啊、哈。对。那所以。怎么样要把这个大型车的管理、哦、要把它做好，这个我们一定会积极先来处理、哦、啊。至于说比较长期的部分要怎么样做整体的路网的改善、哦、这个我们会来积极来规划、哦、好，谢谢林局长。因为我就是针对着交通交通部交邱主任开会的时阵哦，按需要来提起的这个代志，所以我想讲，阮这个所在工厂足多啊，啊拖板车足多，是不是这铁路哪阵该高架起来？要出入就足方便，因为说伫这个嘉兴东路这个天桥，因伫渭水遮入来，按对这小条路啊入来，要靠对这个就这个天桥吼，拢足歹靠。啊，若要阁靠对这边过来吼，这车辆拢足侪，啊，这所在嘛，改成我那有禁止因行驶的所在。啊，要见靠对路，直接去靠倒转来吼，因拖板车拢无来，所以有时候伊拢会伫这个。才出来啊，直接到对这边啊，就头回转转来啊，就迄个天桥啊，对伊个嘉兴东路啊，对顺顺路遐出过，所以吼、哦，我感觉这拢随时拢会发生车祸啊，随时拢有迄个状况发生啊，希望讲，假使有机会针对着这个铁路高，这个铁路高架起来吼、哦、啊，会当来个争取者，我、哦、啊希望咱局长吼啊特别加强者。等配合管咯。哎啊，将咱阮燕巢区遮吼，有一个仁爱之家，这仁爱之家是公立的，啊，面积有咧9.8公顷，即个啊十家，所以吼、哦，目前伊的建筑面积卡是一5100平呀，5100平都做无甲两家的建筑，啊，这个所在是上界宽的所在，啊，是公立的仁爱的公立的养护之家。啊！即目前有伫遐大，都敢那342床尔。因为我慢慢互百姓所托讲，是毋是会当遮紧入面？啊，我因为我嘛讲呢，若有人住，也无可能去甲伊赶出来啦。所以吼、哦，爱等若有人都无爱住，还是安怎吼、哦？有空位，较尽量甲伊安排。所以我希望讲，因为咱有遮面积遮大诶面积吼，啊，是毋是？尤其这代环境也足好啊。尤其咱即卖为着面对着咱人口，咱县市合并了吼，啊人口增加吼，啊咱人啊愈来愈长寿，是毋是会当来讲重新来甲规划啊？会当来疏散较侪人咧啊？尤其即个有咧十家的所在，重新来规划应该是会足水的。我希望讲咱局长吼，针对着这案，毋知有咧处理无？吼、哦，咱局长请答复。来，局长请答复。啊，甲王局长，多谢王局长对咱的爱之家这个关心吼。其实咱这个所在，咱拢总是9.8公顷，啊，咱目前是有在做这个规划。但是吼，虽然咱的建筑面积是5100平吼，但是迄个所在因为伊有差不多有1/3拢是这个山坡地，所以伊在开发上吼，其实是有一挂困难。所以咱即摆经有请建筑师来甲咱做咱这个先期规划，希望讲将来咱是毋是我都甲这个所在，咱阁做较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规划甲这个设计部分咯。所以咱这已经即摆已经进入伫这个先期
规划这个部分哦。啊，这个另外就是讲，咱希望讲将来咱的仁爱之家，不是都好跟他结仁爱之家那样，咱来应用仁爱之家的资源，啊，来做全高雄市诶，咱的长辈诶资源的盘点，特别是针对咱老人吼、咱长辈的这居住的需求，哎、啊，唔盲讲将来诶，当伫咱高雄市，不是跟他有结仁爱之家，咱来当伫各区内底，或咱的老人，当然来成功在地老化，所以这部分我已经有咧做这种的计划，啊，以上老新的计划，甲资料较去保护咱员。好，谢谢局长。因为在我参加伫社区咧走的时阵，嘛伫注意社区吼，诶，理事长伊嘛足担忧，伊讲咱即卖人已经年龄拢会愈来愈大嘛，啊，是毋是咱政府有针对着即块有咧关心无？所以我希望讲咱即个用意吼，啊，我哪有百姓知影？啊，我希望讲咱就咧主家吼，会当继续用较平价，因为即阵啊。让我们这老人到这个年龄的时候可以安稳的过渡住，不要让他的子孙有负担的，然后以他评价的方式可以是不是可以来服务，以评价的方式来服务长辈。好，来局长。局长请答我。是我们仁爱之家一直他的收费，因为是公家所做的，所以我们的费用很俗，差不多在万外块而已，所以其实可以目前是差不多三百几层、啊、因为继续非常俗，所以我们差不多都在满层的这个部分、啊、将来我们希望说在这个新的 9.8 公顷里面，我们可以规划可以更多的层数，所以我们现在将来那是说层数更多，是不是说希望说当然 提升我们服务的品质、啊、继续可以不要差太多、啊、我都让我们的市民得到更好的这个照顾。以上。好，谢谢。因为如来主家每一届来办活动我都有这边，因重阳节啦啊，端午节啦，因咧办活动，我拢一定去。啊，去的时候，看因咧长辈，大概是我那过啊足好，啊足欢喜。啊，去那办活动的时候，拢出来伫遐，爱上台唱歌，爱上台跳舞。所以我相信，迄所在、迄个环境，真正有需要，有适合咱长辈来住。啊，咱请叫咱局长遮吼，爱特别去关心一下。啊，咱。学阿廖遐吼，啊，咱的议会的行政区吼，啊，已经，咱的迄个办公大楼已经阿咧起啊，啊，咱的市场，咱的拍卖市场，甲咱的公有市场，咱的迄个观光区市场吼，啊，拢一直要起啊，啊，所以，伫咱学阿廖吼，咱的鱼市场伫这，咱的鱼市场面就伫这所在嘛，咱的鱼市场。诶，议会诶，行政区啊，咱诶公观光市场可能伫即个所在，啊，伫即个所在拢住户，做拄好有一片都是农地，差不多伫咧两家尔，啊，即片诶农地吼，佫较阔，遮嘛是拢建地，啊，即两家吼都夹杂伫即个中林吼，相信若有对遐过吼，有机会大家拢会使，有任何人拢会使去了解看卖诶。都迄片吼、哦，有一挂旧的建筑物，啊，因为未建立法令，未当去起，所以吼、哦，即阵啊拢话拢放伫遐荒废，啊话拢作乱，啊作太过。我希望讲咱这观光市场、鱼市场吼、哦，是毋是配合咱这观光鱼市场？啊，这所在原来去啊定位起来，啊，好，是毋是还是用会当用都市更新的方法？我要想请教咱杜花姐吼，这个所在的机会是毋是？有可行性，因为都伫夹杂伫咱这个建地中间，都是两家尔，不是介济。请咱杜花局局长。好，谢谢委员。我甲你有时间，我来现场了解这个区域的现况是啥物吼，啊，范围差不多有偌大，啊，再来做评估。因为因遐住户吼，因遐居民拢有哪有陈情入来啊？啊，陈情吼。是不是讲咱有用较好的办法吼，爱当来个定位，还是更新安尼呐？吼，咱整个咱国外了市场会当较水的，啊较整体的。啊，因为这个两家啊较过这边遮就是拢沿海啊，啊所以沿海这条路嘛是拢有人咧行。伫这沿海这边遮吼，这边遮诶同安路介到这边都沿海都一条路。啊，我相信伫这所在这边伫遮吼。那整体要起来，咱要出入去海景遐吼，海景遐吼，啊，看海景，我相信会较水吼。啊，但只阿请咱拄阿是针对这个案吼，啊特别关心，啊特别来个了解看卖啊，看我都可行性是安怎？
好，谢谢您，我进来跟你联系哈，进来做个定，谢谢。现在的大学城吼，已经就足久啊，咱这大学城哦，开发已经足久啊。啊，因为可能是管区合并了后，啊，佫有拄着大波的案件，所以咱的要通过这个办法哦，拢爱佫较特殊，啊佫经过重新足侪资料佫定规划。啊，因为地方的百姓拢甲我讲，啊是安怎这大学城吼，啊规划遐久拢规划出来。啊，迄是要，尤其啦，别个所在吼，尤其进一条道路遐吼，要种要甲伊租土地啊，啊，讲所在迄个区附近要甲伊种，要甲伊，迄落都市计划要甲伊变更吼，因拢讲遥遥无期，毋知要甲当时，所以我希望讲，咱这個大学城遮吼，咱的行程已经走到地吼，啊，是毋是爱互百姓知影，是限制于什么原因，啊，咱才会拖遮久。因为我就任来个成即个大学城遮吼，我嘛一直咧做追踪。唔过我知影这是较困难，因为还阁经过中央遐吼，啊，因计需要个审核，也程序要照顾来抓。只是讲，咱有时候能够同步的地方，是不是要同步？比方说，你这边做好了，那边再来做，安尼较慢。所以我希望讲，咱即个大学城遮较紧做起来。后盖咱从感觉就是讲，咱市政府咧做工作效率是做安怎？所以，咱这咱拄啊是咱局长敢有了解这个案件？我先谢谢主席。有关这个燕巢大学城，汪议员已经提醒我真侪解哈。所以因为这件我真早我就上去来进步审查，所以我有特别去甲催啦哈。啊，今嘛来进步审查个一个抗战嘛哈。啊，但是都暂时先动起来，就是依规定土征条例要有一个。区段征收为公益性、必要性评估报告，哦嗯、所以我了解就是咱即马地震局嘛已经有编预算，要积极来做这个评估报告啦、嗯哦，所以这部分也完成，咱就搁入去迄个咱的内政部都会继续审，啊，我这边都是各部门已经做了一个勘察、哦，所以这个咱会加速啦。啊，头拄讲这个燕巢一号道路哈。哦这确实是咱用专案来处理哈，为了加速，我们会用专案用最快速度来处理，也不必再等。谢谢。因为咱局长请坐，咱个一号道路迄附近吼，我那较早就规划做中卫区嘛，啊中卫区的时阵，即阵那是讲一号道路该先互咱开，啊咱开来中卫，啊开扩大征收，不过百姓拢就是以大水城这个咧，你甲我讲。啊，但所差来算啦，伊要甲咱予伊期限，啊，我嘛唔敢来讲保证讲啥物期限。啊，伊拢用大学城讲，啊，大学城从当时从，用迄个关系合并，阿未合并以前，啊，做到即阵阿未开发出来。所以针对即件，我希望讲，是毋是市长爱出来做承诺？针对即件吼，啊，希望讲会当是毋是特别来用一个卖来处理吼，啊，特别来关心吼，啊，是毋是较紧开发出来，卖有百姓。讲咱的工作效率遐无遐歹，是毋是？咱请局长，市长，多谢主席，啊，多谢翁议员吼，翁议员足甘心啊，问一遍为着地方的建设，吼、啊，翁议员非常认真、嗯、啊，甲市政府伫这个中间做足济帮忙，我嘛是爱代表市府团队，甲你讲多来多谢。啊，对咱的中港股伫燕巢迄条路的经费2亿3000多万，啊，迄对燕巢的发展实在是足重要。啊，当然伫这个翁议员伫这个过程之中啊，做足济努力，啊，咱嘛甲因沟通协调，啊，因拢用讲啊，是安怎燕巢大学城，啊，这个部分拢区段征收啊，各搭拢安尼还袂好势，啊，这个部分拄只咱的。都市发展局吼，咱的卢局长毛甲翁议员讲，我想内政部这个部分，咱的要求伊要加速。吼，啊，另外一个部分，区段征收的必要性、公益性、公益性，啊，这个我嘛请咱的地政局要赶紧。啊，我感觉伫迄个所在，我是看好。我是讲咱的大学城四周围。迄、那个所在，真侪大学的分布拢设伫遐，啊，迄、那个所在嘛是真，即摆看起来吼，啊，伫山坡地，啊，拢是真水，
啊，好好市政府开发，也是一个足优质、足好的所在。啊，我感觉这个部分我诶，伫遮为着第一，为着咱的中港口迄条路，吼、哦，我感觉2亿3000几万市政府要编的这预算，嘛无遮简单。啊，我希望燕巢的乡亲，大家共同来促成。啊，我嘛希望地主，我承诺这个部分差不多五栋这个部分必要的程序来个完成。啊，阮的都市发展局啊，甲因是安尼，因要做承诺，啊，因拢感觉这甲咱做承诺，就是爱做会到。啊，伊甲我讲五加一啦，真可怜五栋，啊，佫爱加一数啊。啊，我是讲也是加一数啊，恁来当这个程序啊，互人感觉咱真有效率，啊，你就较紧。啊，我的承诺五栋。啊，所以讲这点五栋啊是讲五栋啊，另外拄只都市发展局嘛，甲翁议员讲，讲无就转即地即个所在先优先都市发展局来做，这拢会使。啊，所以讲我诶想，我即摆具体就是甲翁议员讲，2亿3000几万对咱燕巢来讲，这么重大的建设，我感觉唔通放弃，吼、哦，唔通放弃，放弃后边不过。要搁讲要做，啊，可能市政府所有的预算，啊，你这边啊无使用，安尼要搁后边啊搁10栋、20栋，我唔知啊，我唔知，我唔敢承诺。啊，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好的机会。啊，至于迄个部分扩大征收，我拄则就讲，因为市长伫这个议会甲你所做的答应，我拢爱负责。所以讲，我讲过，我要求都市发展局、地政局。在这个区段征收相关的程序，果断来完成。啊，我嘛要求伊伫内政部这个部分要加速。我感觉为着高雄的发展，伫咱燕巢大学区域这个所在，啊，市政府加速来开发。啊，拜托咱翁议员哦，因为差不多嘛无啥时间，伊若搁拖，安尼我就甲迄2亿3000几万，我就无法度伫燕巢。替咱燕巢来开辟一条路，安尼，阮就做其他的使用。所以讲，我是要拜托翁议员嘛，拜托咱燕巢所有乡亲，吼、哦、啊，这是一个真难点，无使翁议员你甲我争主干呢，吼、哦、啊，我嘛是感觉燕巢的乡亲，咱嘛是爱伫这个加强建设，啊来感谢大家人对市政府的支持。所以伫这个部分，甲翁议员拜托，吼、哦、尽量去沟通，啊，这个部分阮的具体的承诺。就是安尼，多谢。咱谢谢局长，也谢谢市长吼。针对着较多啊，咱市长啊，拄只咱局长，然后甲我承诺，我会将这个信息啊带回来，给咱的乡亲，尤其迄几个有反对的乡亲，我会特别过来找沟通啊。因为要叫我承诺，因为这程序我拢无清楚啊，会当偌久办好，我嘛唔敢讲，所以。我希望讲恁的承诺，啊，我会将这承诺带登啊，给因，啊，希望讲会当来完成，啊，尤其这大学城家吼，局长加油哈，好，最后有一个提成吼，啊，大家朝这个目标吼来完成啊嘞，好，我希望讲，因为大学城对阮燕巢来讲足重要，尤其伫伊伫燕山内底有三间大学吼，学生有够侪，啊，假使因的老大学城有成立起来。啊，是毋是迄搭？因为当来住遐，租厝在遐，免拢一定到个南阿坑，所以早暗上下课的时间，学生拢占车道吼，拢占车道超过，啊，这交通问题嘛，足危险的。所以这个大水城，我希望讲会当佫较早来完成吼。咱186线吼，就是。工商交流道啊，到迄个介绍东路、安交路到介绍东路这站吼，啊，因为这站的路吼，上下班绝对拢塞车，每一间拢塞车，干那拜六时啊，礼拜时啊较慢尔，啊，不过车辆往往足侪，到中路时啊车辆嘛拢足侪，啊，因为遐属于甚至于讲就是高速公路的特定区。交流道的特定区啊，目前嘛是要农业区啦。这是不是我都来重新评定住宅区？哎啊，免乎咱迄住户吼，迄附近的住户，大拢起甲乱叉叉，因为因的土地拢是若要起吼，拢会就因的地土起厝嘛。
啊，因若请有请龙车，嘛是就地行起啊。啊，我希望讲，这搭是咱工山交流道落来，啊，是从咱的上，咱嘛是咱的门面啦。我希望讲，来当来较紧来规划，啊，将这所在的建筑线好出来，啊，大家以建筑线来起厝，是毋是较整齐？啊嘛，对咱整个咱的工山区吼，尤其这是属于工山区啊，啊，会当较整体。因为这条路吼，目前是三十公尺尔，所以都一定塞车。啊，一般来讲吼，咱都是计划跨度已经变拢五十公尺了嘛。干那桥头的路就改成五十公尺啊。啊，咱尤其咱这所在三十公尺，啊，要选门口好啊，因为伊要对钱对阮遐去对在对这条路咧出钱嘛。伊讲是安怎，咱工山市拢无意愿啊恁啊，咱桥头的路拢开一大条，啊，咱这条路是安怎要个遮细条？因为伊怎么请塞车，塞到伊拢足烦啊呢？啊，所以毋是讲吼，这所在会当整体来甲规划。啊，规划话的时阵，这条路是算分落开啊。这嘛是要请教咱拄啊局长，还要请教市长，你对这案较清较清楚，还是来副？来拄啊局长。来拄啊局长。我先调这个咱迄、那个。这个规划较可能。这一条就是讲咱的迄个交流道特定区内面吼。当然，起码拢是农业区啦。啊，坦白讲，来嘛不哩歹看，有一挂迄违章工厂真多啦吼、嗯。所以咱起码有一个规划，就是讲希望未来吼，即区啦吼，整个农业区，咱会当朝产业吼，一部分当然会当规划住宅来做发展吼，安尼较有进东的理由啦。啊，恁的新大过年拢嘛较会好，地方啊嘛好，中央的新大委员会接受。吼、啊，这个计划我已经有在做啊，是。谢谢咱局长哈，谢谢。迄、那个桥头新市镇吼后期都来到底大寮啊，啊大寮离家这个可能差不多公里外呢哦。现在这一阵啊，咱新市镇的先买上咱交流道卡这地吼，拢是那个纳入新市镇的定位嘞。所以针对这吼，我是希望讲咱新市可能新市镇要个定边可能有较困难的款。啊，我希望讲，有机会是毋是看要新市顶边从这个纳入，这片拢个纳入，因为这起来可能部分嘛吼，啊，尤其是咱工商的门面呐。目前咱工商区遮吼，啊，因为以往的公墓吼，拢在咱较早期的时候，拢感觉是较偏僻的所在。不过社会形态无同啊，人口数增加，所以大家厝拢会去啊公墓边。啊，公墓边的时候，尤其围乡是公墓都包在咱中林。啊，公山嘛有一个碧阳里遐有一个工厂工业区，内底我去入面就是讲，遐一门门工厂的边啊，遐一门风水，遐门一门风水。所以我感觉希望讲吼，针对着这风水的问题吼，啊，尤其咱这个桥头遮有要有几个嘛吼。目前有完成的就是咱老处理啦，老处啊荷华路吼，迄、那个整统里这荷华路啦，荷华路的公墓啊，交咱桥头五里那这公墓白树啊里的这公墓拢已经完成迁建啦。啊，我希望讲这阿未迁建的吼，我那有机会吼，较紧个安排落。在我的想法就是讲，这公墓地拢还是咱伫咱市中心啊，啊会当甲规划公园，还是绿地。啊，是机关用地。啊，以往咱地方吼，拢有一挂公园预定地，啊是好的预定地，啊，拢有一挂预定地嘛。啊，一挂百姓拢讲，我的土地拢限制伫啊，拢几啊十担啊，后四十担啊，后五十担诶。是毋是？咱市政府遮吼，会当重新来编定，将这个预定地是毋是公园啦吼？啊，是迄、那个。机关的用地吼，会当个用公墓这所在来使用，啊，唔免去共征收遐预定地，希望要收征收的时，百姓拢感觉讲因作委屈，因为征收的介绍交市价拢袂使挖近，总是拢有较吃亏，啊，希望讲恢复可以经营的当做建地。针对的这个案吼，我想问市长，咱是不是有啥物想法？市长，请答复。多谢主席，多谢翁议员。
过去关市政府拢真无爱去处理古王的迁徙，啊，因为这个部分有当时牵涉到大家人地方风俗等等，但是高雄市政府真感谢，拢咱做真济古王迁徙的过程，地方有赞声，啊，地方有支持，安尼你看，对底下老处理尖峰荷花路。啊，顶顶啊，包括桥啊头遐，基本拢迁徙，迁徙完，迁徙完。但是我嘛甲王言讲，当然古翁也是愈甲咱真济都市接近的所在吼。啊，徛伫规个都市的发展，啊，咱是感觉迄个时阵要阁有遮济翁啊伫遐，实在真无适当。啊，这咱拢优先。但是我嘛甲王言报告，就是讲遮要迁徙遮。迄经费拢是足济，我看阮的民政局今年甲我讨迄个古翁迁徙，哦，要差不多要8000多得要甲得，有迄边的要医生，哦，所以讲这是足大的经费。啊，我嘛伫遮顺续甲王院长讲，咱即摆有一寡包括阿莲，包括有一寡桥仔头，咱古翁迁徙好啊。啊！但是咱爱甲人补偿的费用，因为迄当阵的计算，啊，甲后来伫规个迁徙的过程，迄、那个古王，迄、那个王地内底，阁要阁有其他的王啊，啊，甲咱安尼甲计算的数字差足济，啊，所以讲咱迄个经费编的不足，啊，我想这边议会预算，我想今已经11月外，到12月，我想议会预算也通过。咱对阿莲桥仔头啊，咱遐古翁迁徙也未共补偿遐，阮真紧会来处理。啊，伫即个所在，因为计算吼无法度算甲遐遐精准啦，啊，互咱真济乡亲也未领着钱。我伫遮甲大家分析咧，啊，我感觉阮真紧会来处理。啊，即摆王议员佫讲，即摆所在咱还佫有足济区，啊，即我会请咱。民政局好好去做一个较精准、哦、较确实、哦、啊，看遐个数字啊，市政府会编年度，当年我讲过，愈甲市中心接近，啊，愈甲咱所有的人群，哦，大家真济徛过底下，去优先来处理，啊，是讲边啊，啊，都是较无人迄个所在，我想咱就分做第二个抗战甲阶段。哦，这个部分啊，拄只王议员有提到，讲过去咱市政府设立公，包括咱的学校用地、公园用地啊，无共征收等等啊，这个部分都市发展局伊即摆对这个部分有一挂方法啊，伊认为讲这好好来做适当的处理啊，让地主感觉公道啊，让咱的规个发展会当同齐来这个处理啊，所以讲我请。诶，这个部分，我请咱卢局长，好、哦，甲迄个王议员说明，谢谢。咱请咱卢局长哈，诶、哦，当针对着这个，都是叫咱讲一定地者，诶，当做者解释。好，就是咱我正会当诶理解哈，阿妈愿意做这种代志，就是讲咱过去一寡公共事干为真久了哈，啊，民众的痛苦无法度去使用，这我完全了解。所以过去我已经做足侪足侪吼，下即个公共设施的检讨，啊有寡部分喏顺利解编还地于民啦吼。啊，所以咱今麦咧讲的，就是讲如果将来呐公墓迁走之后吼，啊如果变更为公园，啊所以咱已经有公园啊嘛，啊即个过港区的公园都变较侪，吼、啊、都会当来做检讨，即个真愿意做。啊，像机关嘛是同款，机关呢一定要看你讲有人啊需要，那无假，那么会当个变更回来。还地于民，这我一定会来，用这个方法来做检讨。谢谢。好，谢谢局长。因为我希望讲公墓用地嘛，较大地，是不是咱买机关用地？因为进所谓区内底吼，主管的公所啊、派出所、户政，拢接伫个十字路口，迄百姓若要去办公吼，停车也足歹停。所以，咱主管吼，当然你遐嘛有一个公墓。其实迄个位置吼，那捡起来是不是？啊，该咱机关嘛，使甲失去遐，啊，免阁甲百姓征收土地，啊，免阁去
去征收土地，重点免阁去征收土地。啊，因为咱百姓迄个征收的吼，百姓拢袂满意嘛，伊卖伊甘愿伊卖偌济，无要紧。不过咱征收伊拢就是无够，所以我希望讲，咱公望做机关亮点，这嘛是无无所谓啦。因为我在我印象中，学校嘛有人是较早讲是望阿地，这嘛是我自细汉就拢有听到啊。啊，所以应该这是侪人吞带的所在，拢无要紧。啊，我希望讲针对着这个。跟咱刚刚用预定地迄个所在，迄个所在吼，是毋是爱重新检讨？因为我遐嘛做一个定情案，我那就是针对讲，伊自早迄搭都有公园啊，啊是啊，我这个所在这个小的公园，他着搁做嘞，啊是毋这代当卖做？因为这案伫罗德个，伊是阮工商的选区，我的选民，啊伊伫罗德个地，啊是，这是毋是咱来全盘来检讨一下？吼，啊咱只是一个。今日大家的聆听哈，啊，翁立珠，谢谢大家，谢谢。好，今天感谢翁议员的执行哦，执行完毕哈，啊，今天议程到此结束，散会。